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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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发是真发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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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发是真发。哎，他一直在对我求救，你看他的眼神。他就想你吵够了没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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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发是真发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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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头发是真发。哎，他一直在对我求救，你看他的眼神。他就想你吵够了没？这只狗已经疯了。他是3岁的米克斯洞洞，平时个性非常内向。有天与老婆带洞洞出门散步时，他就突然暴冲到草皮，开始滚来滚去，像被附身一样，兴奋到无法自拔。因为平时他很内向，所以看到他有这个举动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讶。好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的天哪，本来只有脚有，现在等一下身上应该都是了，还滚过滚过来滚过去。我的天哪，他的身上啊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拔不掉啊。你是嫌你身上鬼针草不够多，你在鬼针草区给我在那边滚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拔不掉啊。你给我起来起来，满身的啦，都是碎碎啦。
玩得这么脏吗？ Oh my god！ 天哪！邻居的莲花池被你搞得这样子，回家去。走，你去放水学游泳，走，走放水学游泳，走，快点。你压力很大吗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啊？走游泳，快点，回家。走，给你讲，去。今天你当成什么样子？去学校。进去。你确定你是黄金猎犬吗？嗯。还是恶劣的劣？还吓？你以为你吓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欠揍，要不要揍你？一。